老师，晚上要不要一起睡？哎，这个不是我之前那个漫画本吗？你在哪里找到的？那天帮你搬家的时候，发现了它。哇，好怀念啊！这都是好久之前的了，还以为都丢了呢。抱歉了，玉叔。没经过你的允许，看到了其中一页，是你的择偶标准。我发现有很多我都不太符合。这个呀，都是好久之前写的了，当时还什么都不懂呢，所以不算。张老师，你已经很好了。但是看到你的标准，我突然觉得我好像真的不太懂浪漫。我也没给你制造过什么惊喜，也不曾让你有过心动的感觉，这对于我来说都不是数学可以解决的。